位早晨，又嚟到翻工时间啦，一齐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。我哋先睇下九龙过香港行车时间。窝打老道南行线近九龙医院，而家经洪隧会系交通繁忙，要用16分钟；而经西隧、东隧都系交通正常，分别用14和17分钟。我哋转睇下。公主道南行线近爱民村，而家经洪隧都话系交通繁忙，要用15分钟；经西隧交通正常，用13分钟。我哋睇埋新界方面，大老山隧道公路近石门，而家出九龙东、九龙中同埋九龙西都话系交通繁忙，分别用9分钟、10分钟同埋13分钟。